熊猫深受大家的喜爱，是对世界友好的象征，同时呼吁大家爱护环境，保护地球。大同熊猫电站是携手联合国计划署共同推进的绿色能源示范项目，从设计之初就以科技、效率、生态和人文为基本理念，打造世界一流的太阳能电站，使熊猫电站成为新能源领域的领跑者。